Mark， 你看那边有一桌完全没有油烟，看起来好安静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呢？半天了，他们一直在捏着一些什么啊，不知道他们最后要做成什么样。两个在假忙什么？真忙是吗？哇，你那个真的有生紫烟，真的有紫哎，好香啊！这是放了个什么？用喷枪在烧它？哎，那是什么 ？Oh no！ 不是你创意的吗？我们做完了。哦，你们拌了个沙拉对吗？哦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是五仁月饼。那五仁月饼切成丁儿，撒在一个已经拌好的沙拉上面。哇！我现在在表演一个独门绝技，叫盲炒。煎炒烹炸，我样样都会，保证让你心情舒畅，留住你的胃。哎，我没有想过有一道菜是可以拿口味虾和那个月饼一块炒的。娜娜，所以这是黑暗料理吗？